那个做的维修人员开着计数机要好，要考考你们路边停车。好啊好啊，现在前后都有一台车哎，对啊，然后中间的距离这么小，打到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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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哎哎，要撞到哥了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啊，好来踩刹车。本节目由HMK红帽热水器冠名赞助播出。